进去，所以把德国摆摆上来的情况下呢，那一定是让曾国鼎先从板凳准备出发。曾国鼎这几场状况调整的很好，我想他上来。富邦勇士开底线，杰文如绕出来之后 ，catch and shoot 两分有。我真的很佩服陈玉瑞的勇气。拿下篮板，哎，三打二，前推，又是个空档。简伟如今天开赛 on fire， 目前个人有七分进账。换蔡文成来投一颗，哎，哇，又射过了，哇！进攻篮板加一个助攻，让简伟如投进三分。我靠一些技巧去闪躲，然后拿分。再给到底线林书伟 ，No looking pass 找到简伟如，接到心脏地带的右手抛投两分有。德古拉出来掩护。哦，简伟如四分打的机会，三分球进还要到犯规，受到了补防德古拉的影响。换手上篮，简伟如两分有。那以桃园领航员的部分来讲，这场比赛他们必须要学习到哪些事情？学习到如果你真的遇到禁区人家就是比你高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去防守对抗，还有自己如何去提升，如果外围人家给你压迫或者是阻断你一些传球传导路线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去应变。因为毕竟也不是只有德古拉是有超大型洋将的球队啊，未来可能还是会对上包含新竹接口工程师，这都是桃园领航员在禁区比较薄弱这一块必须要接受到的考验。